穆里尼奥被巴黎列入了他们的名单。穆里尼奥从曼联下课后还没有开始一段新的执教旅程，但他已经成为了一些球队的追逐目标。据英国太阳报报道，穆里尼奥已经被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列入了他们的主帅名单。报道截图，穆里尼奥近期接受了拜因体育的邀请，成为了他们的解说嘉宾。报道表示，穆里尼奥在卡塔尔担任解说嘉宾期间与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阿尔赫莱菲结识，这次会面后，穆里尼奥就成为了巴黎的潜在主帅人选。太阳报透露，虽然巴黎现在在联赛中遥遥领先，但如果他们在欧冠中再次失利，现任主帅图赫尔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并且穆里尼奥曾多次被巴黎盯上。此外，太阳报表示，穆里尼奥支持巴黎将想要转会的拉比奥特下放预备队的决定。太阳报认为，巴黎的做法与曼联在博格巴和穆里尼奥关系紧张时所采取的态度形成了含蓄的对比。胡利亚